拿了什么呀？啊，给你的礼物，感谢你在瑞士救我。你给我的礼物能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看吧。我就知道不能对你送我的礼物抱个期望。这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啦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礼物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是它非常实用。这个叫石膏裤，你不是腿打石膏了吗？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的。你不是平时这样穿衣服就不方便了吗？这个裤子就特别实用，特别方便。你看啊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撕开撕成一片了。然后呢，你就躺那儿，把腿放上去，我再给你摁进去。你看，这样摁一下就合上了，对吧？特别方便。你这个时候不穿这裤子，什么时候穿呀？你看，来来来，我给你试试，我给你试试，来来，哎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不要。啊，试一下。我死都不会穿这个东西，拿走！真的，我绝对不会穿这个，真的很好用。